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同信，大家平安。咱这节课是叫做正确的台湾历史啦。啊，今仔日是要讲电视王朝，就是电信公司的王朝的第四集啦。啊，真歹势，恁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拢无听到，但是。今仔日第四集吼，较短淡薄，会使回复来讲一、二、三吼，讲一寡，互你有一个整体一个了解。啊，因为咱台湾历史吼，拢实在人写啦，吼啊，无要踮咧学校教人，所以咱吼对台湾的历史吼，知影真少，真可惜。你毋知你的先人。安怎来创作这个台湾？哦，啊，咱今天去聊聊来听。加有写，1661年到1683年，那1661年到1683年，因为1661年迄年4月30，郑成功带着25000名的士兵，为厦门出发来打台湾。啊，所以1661年开始算起啦，吼！啊，一声都占着这个，这个赤坎这边，不是安平这边。安平是较挖海，赤坎是来内陆吼，是较来对吼，是迄阵有一个海湾地的来台南吼，台南唔是参照怎啊拢平原吼，来对有一个海湾，啊，海湾来对有。赤坎老爹先去打赤坎，啊！但是开10个月的时间，大家台湾退来啊！荷兰人要走的时阵，荷兰人要走的时阵哦，有要求，因要求因爱穿因的军服，穿伊的穿，啊穿老出来哦，迄枪支无肯枪支，啊个拍过。啊，整整齐齐，吼、哦，啊，行去船顶，啊，船呢，内底爱该准备粮食，可以为台湾沿开船开加巴达维亚，巴达维亚是倒位，就是即卖雅加达印尼的首都，哦，有充足的食物甲水，啊，自然荷兰人的人哦，伊家己哦。啊，走到无半个，会使讲走到无半个啦吼。啊，当然有老一出啦，来滴啦吼。啊，咱即马来讲刷落去。啊，这外名啦吼，郭宏斌，安内就是那出来吼。满清占着台湾，是不是起码真赞啊？我要去台湾啊，台湾就我的。您的想法不对哦。满洲人的人口占到汉民族的人口无到1%，占到台湾无欢喜。台湾配太大，台湾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这是康熙皇帝讲的，不爱听。所以一外地的时阵，会过停哦，咱也爱了解哦。一个台湾迄个时阵，咱汉人约有20万人，荷兰人来台湾的时阵，约有60万人，是这个平埔族，都是原住民哦，拢总60万人约啦吼。哦啊，买酒汉人到个买机的时候，差不多汉人有10万人。啊，即嘛，第四王朝灭亡的时候，约20万人。啊，个这20万人拢总搬去大陆，啊，就大事就解决了嘛。那就个即个人留一下，啊，不爱离台湾，吼、哦，伊准备安尼。伊迄个在开会前，这就当时高唱弃台论，不爱离台湾。啊，恁
爱知影这个代志，就是满清不爱伫台湾，哦。但是有人要伫，哦，这要伫的人是啥人？这个来打台湾的这个西隆，哦，西隆那也要伫台湾，因为。以前吼，这外地台湾的旅游吼，海外玩你，海外一块小土那尼啊啦吼，比赛多少就不足加中国之广啦，裸体纹身啊，黑亚人拢脱过来，啊个吼仙姑拢恰字，不足共守，好、哦、不如。吸其人，空其地，该遐拢搬走啊，就都改过来嘛吼。啊，台湾古荒芜地，先为立中国本土，这就是讲台湾根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爱知影吼、哦。闽浙总督嘛是外地，吼、哦。康熙皇帝是上重要，上有权力的是康熙皇帝，伊讲海产。都、就是定是先借险之急啦，都是敢那咱人哦去新鲜，啊新鲜那了绝对袂威胁到性命啦哦，啊迄抹抹以后抹都好啊啦哦。台湾仅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无所舍哦。那得到啊无加到什么物件，啊那无得到，你也无损失到什么物件。康熙皇帝讲这款话，外地，啊来外地，这个皇帝来外地，因人口才占无汉民族无到一趴身，啊占着中国欢喜到要死去，占一百倍的所在欢喜到要死，隔日台湾来要创啥？一个亿万富豪头壳有十块银，伊讲啊我弯腰来给捡一个，袂，那就弯腰，十块银。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嘛，对不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康熙皇帝是这个意思。好、哦，但是我记得西人，西人坚持哦，要保有台湾，伊那边坚持保有台湾，因为一占着台湾了。台湾的西部开发已经开发的土地有18,000家，18,000家中间，伊甲7,500家地甲己也落地下落去，啊，这爱收产租咧，啊，你叫我卖伫台湾，啊，我这产租要安怎收？哎、欸，伊就绝对爱伫台湾，所以啊，伊就想尽办法。甲康熙皇帝讲：“哦，台湾外好都外好，免开你的钱啦。哦，啊，重点哦，重点，皇帝外地台湾是虾米意思？你台湾叛变的时阵哦，伊即个爱乘北风而来，乘南风而返，一年到会发到一个来回。”因为中国船吼，叫做 junk，J-U-N-K， 哦，中文翻作容客船，英语叫做笨兽船呐。junk 是笨兽嘛？啊，那个一台船叫做笨兽，是因为你敢那用行头前，袂用行后边。好、哦、啊 ，junk， 哦，啊，这个西方的船呢，有法度前进，搁用后退，因为伊有三角帆。哦，所以用 zigzag 就是讲安尼，安尼行行，这款叫 zigzag。哦，都有法度前进后退拢无要紧。哦，啊，所以看到中国船啊，就是健康嘛，这笨兽船。哦，但是西隆讲一个代志，就是讲皇帝担忧，就是讲我若占着台湾叛变啊，我无法度克服，要安怎？伊讲，你拢总免派满洲兵来，敢若汉人兵去，汉人兵伊嘛袂放心。迄阵拄啊发生过
三皇抗清，我不爱讲三皇之乱啦。三皇之乱是满洲人，徛喺满洲人的立场讲，你得加乱呢。三皇之乱，啊，你若徛喺汉人的立场，那就讲之乱。三皇抗清才对，所以咱哦头壳吼去用衰派去，哦，那干来样三皇之乱啦，你啊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，哦，三皇之乱。所以一建议一项，就是一派来的台湾的官员，哦，官员士兵，三年一任，两年一换，不准西卷。哎，这个要注意哦。三年一任，去台湾干来用做三年，所以咱台湾有一句话叫做“三年官”。两年末，两年落地下就跌个摸摸摸，啊，就好来浪啊！哦，你绝对袂使让你做第四年啦。哦，三年官，两年末，哦，啊，不准西卷。你有某囝，袂使带来台湾，放喺中国，创起来做 hostage， 做人质 ，hostage。hostage， 做人质啊，哈，底下做人质啊，你都，你那他妈台湾人搞乱了，我太灵不，太灵强，所以满清统治台湾213年的中间，满清兵无造反，无作乱啦，大家拢乖乖，啊，满洲兵是其实是汉人的兵啦，满洲人无来台湾做兵啦。所以咱台湾213年中间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乱，都、就是一管个乱七八糟。三年咱就该翻一遍，五年就一大乱。哦，其实当中是翻清138遍，哦，翻清138遍。啊，这里看这国家安怎管的？啊，这乌白乱管一遍啊。所以这西人哦，所以我叫西人啦吼。伊干那知影压榨，夺取吼，所以台湾就入去黑暗的满清据台时期的哦。啊，即摆要注意哦，那甲即卖现代迄个咱台湾的情形来思考一下，做对应。你导航了后，吼、哦，那像马云讲哦，要去导航中国，会拄到啥物代志？咱先讲当时电视王朝导航满清，吼、哦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满清人是毋是野蛮人？敢若毋是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卖，看伊的做法是毋是真野蛮？哦，伊，你导航，甲你封官，哦，封汉军功，郑克爽降清，表面甲你封做汉，封一个大官，互你做，哦，啊，但是哦，但是无钱啦，哦。啊！伊讲伊想要住喺南方，不使。你干那爱住喺北京这边，北边这边天气较冷，吼、哦、啊、哦！坐吃山空，吼、哦！1693年，啊，1683年导航到几十年了后，再好郑克爽的小弟哦，一个左领头有当领薪水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左领的最多吼、哦、是。正四品官啦吼，这个官位是安尼啦吼，大概是安尼。这是一张台南市的地图啦，鹿耳门吼，这是当时这个，当时这个地形讲定落个所在啦吼。天家人口 降多，
一个多年无法度通生活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就甲想讲，伊过去伫福建、伫广东，吼、哦、一大堆所在拢有土地，要去甲迄块土地去，甲要回来，甲土地倒来，安尼我就生活就有法度生活。结果呢，去吼、哦、又往数年，过来你要托庇两命，死两个啦。真是忘掉死两个，啊！甜甜甲甲吼，规所有台湾人死甜的吼，大概拢互清了了。那甲电视、甲电信公有关系的人吼，拢个清走。所以今仔日伫台湾无甲一个死甜的讲，我就是电信公的后代。敢有一个人安尼讲？无嘛？无啊一个吼，都是拢定去中国，吼、哦、绝对无要互你留喺台湾。啊，伊家产耗尽，子孙逐渐衰退，就讲伊钱无去，啊，都渐渐就失去舞台，电视王朝渐渐失去舞台，无去啊，所以即摆无去。最近。电视家族有开一个电视宗亲会，电视宗亲会吼，伊知影伫日本，抑阁一个姓丁的，是甲丁成是丁成功承认的小弟啦。吼，因为丁成功是虾米人？丁成功是因老爸丁志良，丁志良是海贼。住在日本的平户，平户是在这个Yokohama 哦，很对，在平户迄个所在哦，有甲一个日本查某田川氏达卡瓦结婚，啊生田成功，啊田成功因老爸转回来这个。回来这个来回来中国吼、哦，全国无去啊！当时日本人吼、哦，日本查某袂使出国，所以伊这某无法度出去，吼、哦，这某无法度出去，某无法度出去，安尼全吼哎，但是买酒阁生一个，所以这个阁生一个囡仔吼，很可疑，唔得个相信诶。所以哦，电视的人哦，无承认这个是，在这个在中国、在日本的这个姓丁的这哦，跟因有亲属关系。但是，丁成功在掌权的时候，在日本的税金是由因小弟来收。哦，这是小可讲一下安尼哈，我大家小可了解一下。丁志良行清的时阵哦，当时就是讲，哦，我要来做三省的总督，好一个大官哦。三省是多三省，福建省、广东省、广西省三省的总督，你来做。我刻一粒三省总督的印在等你呢，你要来无？啊，这个腿下面呢，吼、哦，丁志良哦，哎，专案去上当。转去啊！吼、哦，我摕一个诺贝尔奖金给你吼、哦，啊，你就来上当，吼、哦，啊，唔得有好一点，啊，无好你啊，还阁上问题，啊，就上当啊！啊，上当了后、哦，经过17年吼、哦，伊无法度说服丁成功抗清，吼、哦，这个奈无法度说服丁成功抗清，啊，这爱为头。讲起就讲伊头前的代志。丁志良行清的时阵吼，是早六百个迄个乌人兵啦。哎，安奈台湾那有乌人兵？这乌人兵吼，都是伊做海贼时阵哦，去南洋一带吼有乌人，
南洋的黑人跟非洲的黑人无啥共，啊，但是对台对汉民族看起来，即嘛黑黑就拢叫做黑人嘛，哦，黑人兵，即有炸即600名黑人兵去，啊，去到即、這个，去到即福州，吼、哦，到到福州了后，全即个三江吼、哦，痛饮饮酒3天，三江达。天天喝酒是不喝三啊，这陈世良就头髪就给他剃起来，剃一个满青头、哦、啊酒抓，当时酒抓是怎样？酒抓酒抓就把钱压回去，这是塞外人士、哦、不是汉人的酒抓方法，这塞外人士把钱给压回去支起、哦啊、酒抓，但是第三天偷偷就把陈志良运去北京，让他跟士兵脱离关系。啊，陈志良去到北京就失去自由。过17年了后，有一日，因家十一口就是讲11个人，共一日总太死。你看看这野蛮人的做法作风嘛吼，在你靠拢台死啊！丁先公吼，丁先公控清一个一个理由，伊这丁志良道清的时阵吼，伊甲这个道清了后，阿们满清的军队都来啊来吼，来个泉州。泉州安平港、安平城，咱台南有一个安平，咱台南这個安平是陈成功纪念伊的祖厝，所以甲这个所在叫做安平。其实伫福建有一个安平，安平港内底有600台军舰，有10万名士兵。吼、哦，那要甲清朝要拼一下吼，也真有通拼啦。啊！但是即马即满清兵来到这里城门，啊，城门开去，叫伊城门开去。守将讲：“哎，啊，你是满清兵咧，啊，我这是福建的汉人的，一明朝的兵咧，我那边开。欸”伊讲：“恁在恁在伫北京伫享受咧，恁唔听恁在话哦？”你讲有道理无？嘛是有道理咧。啊，就城门就开去，啊，就只有满清兵来入来。请问满清兵入来，这个安平城了后做什么代志？烧杀掳掠、强奸，拢有。这个时阵，陈成功的老母田川氏拄啊为日本来个安平城，啊，大家走，伊袂走，伊讲啊，阮翁就做遐大咧。哦，伊要对我啥？结果伊去予清兵强奸啦，陈成功的老母啦。啊，田川氏专家己吼自杀，吊刀自杀。所以陈成功知影因老母自杀，转去转吼，陈成功迄阵23岁，是文人啦。是读孔子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把孔子的衫包包起来，换军装，吼、哦，把迄个衫烧起上，发誓要甲满清作对。所以，请问，这个时阵，来，甲陈成功讲，啊，你来道清哦，陈成功绝对袂啦。所以，老爸道清，家离还清，这个就这个道理啦。安尼讲诶，通啦吼。哦，无奈老爸奈我清朝囝都反清吼，啊反个遐厉害哦，所以即个爱甲大家小可讲一下吼、哦。啊，在靠哦，同一日被屠杀啦吼、哦，1661年啦，1661年迄年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消息传来个。台湾
哦，差不多是你对团团购之前讲的鱼啊来对，之前讲讲无迄个代志啦，哦，但是暗时在考啦，哦，之前讲暗时在考，所以之前讲1662年死去吼，5月初8日死去吼，各这甲这各有关联啦吼。一个即马讲就伫个电台，吼、哦，电台即个人哦，即、這个人是电信公的财务官、财务官，管真侪钱，啊，家己本身也真侪钱，啊，伊的钱寄喺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伫日本的钱哦，买手引起哦，讨日本的钱哦，电经哦，换电经。甲电台家属哦，转落去讨，甲日本政府讲，而且钱还来，还来，还来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台湾兵吼、哦，拢互调。调去中国，调去中国做啥？做炮灰啦！哦，想嘛知啊？二礼拜的时候，咱台湾兵向调去上海做炮灰嘛？规阵拢，结果国民党的军队真厉害，拢集体投降，啊，拢规个拢投降去啊！哦，都变成共产党军。啊，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在这个在二二八大屠杀，这个叫做二七部队，哦，二七部队买就到咱们台湾台10几万人，嘿，就该就讲，嗯，这支军队真勇，来来来，去上海，上海哦，去台共产党，啊，拄啊拄着台湾人哦，拢大家拢在上海挖共产党那边。啊！全台湾人啊，甲二七部队歼灭，哦，这都是咱的历史无要写的所在啦。这引起哦，电经第电台第日本的存款啊，迄个抢夺战啊，这是西藏人当时哦。两个人手连啊连了，脚环的，吼、哦，这是安怎处理这个导航的士兵，吼、哦？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国土，哦，都、就是满清占多位，西藏、Tibet、哦、新疆。一个家，一个一堆，即嘛即大家咱来去个款吼。啊，那西藏甲满清遐尼上好，因为满清知影讲伊个人口才1%安尼啊，占着汉民族个1%，每一个满洲人拢去。中国做几落页也无够，哦啊，找个一寡吼，迄、哦那个智商不足的吼、哦、去做几落页，咱伫电视顶了看到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满清的几落页吼，啊，拢大家拢推吼、哦，就是这个原因啦吼、哦，哦，因为因的推啊，拢会再来汉人的所在做大官嘛。啊！伊都爱联合蒙古人，联合西藏人来欺负汉人，所以伊个国土有法度遮宽。所以最近咱有去西藏诶一个代表团，啊，即马西藏真可怜，伊个人口诶一半去用迁出去，啊。汉人迁入来一半，所以西藏即嘛是虾米人？你若投票，你可能嘛输人，
哦，所以达赖喇嘛哦，无要追求伊家己的独立，伊即有家己的文化，有家己的语言，有家己的种族，有家己的文字，伊的文字真早都有啊哦，好、哦、啊，但是无要追求独立，所以去遐无该讲独立，讲主地那里啊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这个原因。一个在这个历史王朝内底，哦，有一挂大官，哦，这挂大官冯锡范，这是上大的一个大官啦，哈、哦，因为冯锡范犯了真大的错误，所以台湾哦，这他短短23年哦，全都消灭去，好像消灭去哈、哦，啊，亡国了后。封作总兵，但是有闲无职啊，就是无人做官啦，哦。所以古人郭林有讲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”伊讲处，这是在讲韩信哦。顶头的鸟啊，拢无啊，啊你这。钱要创啥？粮工就收藏起来。狡兔死，兔仔拢食，掠到无半只。啊，走狗烹，你吼、哦、就是狗仔要创啥？狗仔无路用啊，家己太太煮煮的，吼、哦，就是飞鸟尽，粮工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就是讲这个意思，哦。台湾导航架。无居住迁徙的自由，哦，啊，拢总武职的人1600人，文职400人，兵40000人，全部强迫分配到山东、山西、河南荒芜之地垦荒。伊敢会甲你好你好过日子？台湾兵好你好过日子哦，绝对无嘛。导航了强壮者做敢死队，不死不归，就是说一定死才归，不死不归嘛，你无死无回来啊，死才有回来嘛，哦、不死不归嘛，哈、哦，啊，伊讲哦，连骑马的住屋村的人哦都没有。1685年到86年哦，有一个福建人做一个官。看到这些东宁降兵，那时候台湾叫做东宁、哦、导航的兵，生活实在很艰苦，所以建立了简单的厝给收容。哪会知道你起一个简单的厝给收容这些所在、哦、你违背上意，康熙皇帝知道就给你调召撤职司官，你不能去帮助台湾人，这让一些想要导航的人、哦、要注意，到尾就可能你的下场也是这样子。啊，发生一个雅克萨战役、哦、啊台湾兵只国攻厄鲁特，先攻雅克萨战役。雅克萨战役在对，雅克萨战役在黑龙江以北。啊，台湾的兵，吼、哦，有特色，有一个特色就是有咱有铁人军、铁人军队、铁人部队，啊，佫一个特色就是讲有一个盾牌兵。哦，用个盾哦去做一盾牌啦吼、哦。啊，盾牌兵的时阵哦，这回哦，在厄鲁特，在这个雅克萨战役哦，发挥力量。安怎发挥力量呢？因为迄个黑龙江哦，因坐木筏来，啊坐木筏来哦，啊就大家徛苏联兵徛在这个木筏顶头，啊这台湾兵都跳在水里对。
啊，手诶吼，摕即个盾牌放诶顶头，吼、哦、啊，带到为脚都该站落去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即场战争吼、哦，台湾兵赢啦。吼、哦，寒带的兵吼、哦，怕输热带的兵啦、啊，真奇怪吼、哦，就但是台湾兵都遮厉害啦吼。哦啊，马上又去打厄鲁特，厄鲁特在就是在新疆那一带啦，哈，以前叫做瓦拉啦，哈，啊，就去啊，就去叫你去死就对了，哈。台湾那边介入战役哦，无详细述说了，哈，但是无人回来了，哈。为1646年敌成功起兵了，到1683年郑克爽投降的38年，和满清人吃足苦头哦。满人对台湾能不对尚存的台湾福建军人心存恐惧，所以尽量消耗降清人员哦，都、就是把优良的水师。派去西北沙漠，把追兵派去沙漠，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去气候了，你知道这意思吗？哈，去派去沙漠，来消灭明正降清的官兵了哈。不管你是先降还是后降，水师还是陆师哈，啊，不论了。跟民众有血海深仇，拢一视同仁，杀无赦。你想看没？当年国民党去杀共产党，伊会袂记无？不可能忘记嘛！杀无赦嘛！那是国民党的总台，这咱用个常理去判断。你就知道说，读历史有这样的这个作用，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处理，过几代了，过38年，过48年，也是台，就是这样，他的看法，满洲人的看法是，先降后降，都是反清，有何区别？也不用区别，你如果反清，我怎么就区别？你先导航，你后导航，你拢反清嘛？我总甲你抬，哦。啊，即马讲，郑成功白阿囝的无，郑成功死在台湾，在台南，吼、哦，今仔日的盐州村周阿伯听了。有人知道这个出来吗？这个台南啦，吼，1681年，敌将死去，嘛台也边啊，好，啊，封为敌将讲为武王，敌将是文王，好，后来红门天地会将敌将讲封为武宗。因为红门天地会是在台湾创立的，已经不是外省帮挂，哦，青帮它是迄个在中国成立的。红门成立了后，对满清政府产生了真大的影响，哦，真大的影响啊！所以满清乾隆皇帝吼，伊要抵制。洪门设立青帮，啊，青帮是啥？哇，满清的叫做青帮嘛，啊、哦，所以哦，啊，即马你知影在台湾的即个将官啥物帮，拢嘛青帮，就是拢无我汉人一帮，所以奇怪，哦，所以这在读史的时候喏，你安尼搁再看，嗯，安奈安尼。因为蒋介石都是参加青帮了哈，
晚清入台吼，立即甲陈先公爸仔囝的迄个陵寝无遗物，有关史迹彻底破坏，所以彻底破坏陈先公的所有一切记录拢来破坏。晚清官员在修台湾地方志的时候，都不敢说郑氏父子的攻击跟他的陵寝、哦啊、这个时候西隆、哦啊、斩断郑氏的遗脉、哦、所以西隆人叫他汉奸汉奸、哦、1699年之后过17年后，就是晚清占台湾17年了，要防止电视伯仔囝这个无还阁留在台湾吼，专做一项代志。这个陈先公的无在台南，陈经的无在台南，这个无该乌乌起来，美其名叫做叩骨迁葬，讲人要孝顺。都爱甲即个你祖先的墓吼，啊，家你去带伊本来伊祖先的迄个所在，去带去泉州啦。哦，啊，其实呢，当时吼、哦，明朝还阁一百外个墓吼，一百外个明朝的大臣吼、哦，的墓啊，拢挖挖起。哎，啊，但人看到讲奇怪，啊，你伫挖这块墓创啥？伊讲你都爱尽孝道啊，你爱孝顺啊，伊这是福建人啊，都爱个摕去福建台啊，啊，这广东人摕去福广东台啊，安、啊、听了有道理无？所以引起台湾哦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叫做叩骨，所以这个千万呐、啊，莫叩骨的。唔好阁甲恁阿公哦、阿祖哦，我来查一遍。哎、啊，就死遐，就死好，死个好势好势。啊，你都阁来查，查唔捌，要推啦，家己推啦吼、哦。这就是咧无受到教育，无唔知即个原因吼、哦，啊，就做推推一个台湾人，咱即马无要做推的。哦，啊，我有一回初中的时阵。阮阿公吼、哦，会无去骨起来，因为爱改葬啦。迄个所在要搁定建设，啊，都该改葬，捡骨。啊，工人都落去下骹骨。啊、哦、啊，过四五十年吼、哦，这个骨头吼、哦，拢甲即落茶啦，拢烂烂滴个咧吼。啊，捡。啊，工人真认真捡。啊，捡好啊。我阮阿叔主持，讲好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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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带起来，哦，啊，就起来，哎呀，我目睭个尖，哎，还佫一支骨，赶紧叫人去捡。啊，你知影阮阿叔安怎讲？哎，唔免啦，有头，有脚，有手，啊，就好啊啦，欠一支骨无要紧。是讲即款无，即款惊哦。你来，你来，做哪讲话？你要去用捡骨哦，捡捡一支哦，看你要怎安怎算啊、哦？所以免捡骨啊，这爱注意啊。郑克爽，好、哦。甲因老爸、甲因阿公，就是郑成功要改葬的时阵，因为无行动自由、甲权力，一定爱甲晚清来申请。哦，但转去安南办代志，啊，郑克爽袂使，你袂使离开京城，我要你出去。哦，原因就是台湾抗清的事件吼，直直发生。啊，你若回去了吼，予抗清人士真大的鼓舞，所以哦，叫郑克爽的兄弟郑克举一个人去安南
安南就是福建的遐一个安南，哦，啊，看到墓碑上哦个郑克爽的名一立，哦，啊，无人在过，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改葬其实是破坏风水，美其名称为捡骨，以便于民。哦，这是今仔日大家要注意，加一个知识。啊，台南永康，永康吼，永康，永康吼，乡望寮村哦，有一个李王庙吼，就是这书下纪念，这台湾民族英雄哦，啊，咱家有一个李王庙的迄个的相片。啊，李王是做李王，就是。就是狄仁公甲狄公吼来纪念李王，啊，唔敢讲伊个名，啊，也佫唔敢讲名，也佫虾米王，也佫一个叫戴天富，戴天呐、啊，天呢那都互你戴，吼、哦，戴天，戴天富，你们在不听到，不啦吼，啊，戴天富，这都是愚弄台湾百姓。的一个说辞了哈，哦，就像这李王庙哈，这后边官楼已经起起来哈，啊，一个代天巡守，这在中国无这个神呐，哈，啊，但是在台湾有了，这都是讲在。纪念狄仁公伯仔，哦，啊，用个代天巡守的名来取代，哦，啊，但是有一个延平郡王寺在台南市东区开山路有一个小寺庙哦，满清入来台湾的时候叫做开山庙，啊，所以因为叫做开山庙，所以就保留来。1875年入军入台，牡丹社事件，清朝派沈葆桢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要认同，吼、哦，得建立延平郡王室。这1875年，日本军来这个台湾，因为1874年的时候，有琉球的船哦，去。南部哦，去搁浅啊，爬起来去哦，原住民抬一挂去，啊一挂可以走去，啊一挂走去，啊登去日本的报告，啊日本专甲满清交涉，讲你的人奈来抬我的人，啊满清的官员讲，迄犯人之地，迄也无属我管的。伊要做啥物，因就去做。你甲个官员哪有关系？所以日本军讲好，阿尼我就来拍，阿就带3600名军队，吼、哦，为车城、屏东车城登陆，车城登陆，落去甲这原住民哦，战偌久？战6个月，战6个月4几个。42名，但是破病死的吼、哦，1000名，去要帮阿定着，阿就好势啊！好、哦，啊破病的吼、哦，还佫一大堆，无死还佫一大堆，啊，都这场战争要安怎战？死的遐侪人，袂一个咧，结果推啊，完成政府摕50万纽文，和日本。日本的撤军，光荣的撤军了哈，这就是，没就叫沈葆桢来台湾，哈、哦，啊，沈葆桢认为台湾吼，爱来做一挂代志。本来，西隆在台湾的时候，伊有建议，台湾袂使起城，袂使起城城门的城墙啦。不再去想，但是沈葆桢来了，全国开始去想，
因为那不使起想，因为你即马起想了，阮精兵一定互咱台湾兵个赶出去。啊，即马阮精派兵来，哇，拄着城恶攻咧吼，所以干脆台湾不使起想。啊，为沈葆桢来，才开始起想。所以起想了，台北城起啊，台北城起。我会记得我迄阵第一个学校给教职，叫我写一个纪念，哦，这个台北建成哦100周年啦，哦，120周年，我写讲台北建成何其晚，文江通伫台湾213年。213年加上日本人50年，国民党至少嘛50多年、50、60年，安尼加起来偌济年？300多年。啊，你建成才120年，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台湾要被沉落去以前才建成嘛。啊，那建成何其晚？就是满清政府无信任台湾人，哦，台湾袂使起城。啊，即马沈葆桢来，讲会使来去。啊，去城，迄个城嘛，嘛怪怪。普通是起法是安怎呢？土挖起来，贴起来，做城城墙。啊，即个挖起来，即个所在变做护城河，是抓高。啊，台北城有护城河无？没有嘛，拢嘛没有，敢那新的敢那有，哦，拢无啦，就是讲去个青青菜菜，啊，佮去个格格啊，你若去迄落万里长城哦，去看看哦，那遐悬，哦，啊，看台北城，哎，我有个撑杆跳，我都爬起来咧，哦，所以哦，这个就是台北无要去城。八任台湾总统吼，总统府的图书馆馆长吼，一个日本人山中桥指出，满清政府要消除台湾人心目中对天师三代的事迹，以免郑成功的无成为台湾人崇拜的中心，吼，所以郑成功吼也无吼弄。给消灭，啊！但是，咱知讲剑潭，剑潭迄个剑是虾米？虾米剑？往郑成功的剑去查，都胡说八道。哦，燕国礁，你有去看过？燕国礁就是讲郑成功去拍掉的。哦，啊！这郑成功连去个家己都无，都怎么台南都死啊嘞？来台湾一年。好，哦，啊，讲这个荷兰人都开去10个月，啊，一年了就死啊！哦，伊4月30日出发，啊，5月初8日死去，哦，一年过几工啊，都死去啊！哦，所以哦，伊北部拢无唔捌来，哦，这马刀的大天赋了，哈，哦！这无法度讲哦，要纪念郑成功，都讲大天赋，吼，哦。亡国了后，官员甲兵拢来迁走，东宁王朝的迄个主臣拢迁去中国大。袂使留喺台湾，哦，啊，电视嘅人哦，互人管，文武官员、士兵哦，迁去山东、山西、甲河南、垦荒，安尼台湾失去了高龄嘅领导人物，
这就是当时为什么228的时候爱读十几万人？读十几万人，不是说我路的看到人多就都把你扑落去，不是安尼哦。伊是经人去读，经人去读，经人去读。哦，经人去读，就是经台湾有领导人物的 top 3%，给你弄太死，啊，你台湾都无法度通够抵抗。所以咱都爱过60多年了后，到个即阵才出来一个林志升，吼、哦，咱的秘书长，吼、哦，啊来甲你开破，吼、哦，互咱大家会较清楚，吼、哦，即台湾失去了可能的领导人物，采取以汉制汉的策略。啊，这个长期哦，用个将领来带领，哦，1684年到1721年37年中间，西凉啦、啥人做提督哦，其中哦，哦，拢是官，诶，迄落。官诶，迄个将军呐，拢是军方的人啦吼。啊，我头拄仔讲哦，攻台了后，西凉占良田7500余甲，哦，蚕亦占7500甲，啊，7500甲要安怎收租？分做10处，伊设10个点，哦，啊，每一个点得阁派人去收租，哦，毋是讲7500甲都遐紧都有法度收，吼、哦，即个西凉哦，安尼，啊，一个伊和一个陈志远2000多甲，吼、哦，啊，也都分来分去啦，弄个台湾的产农分分去，吼、哦，西凉死在1696年呐，吼、过来采取以繁治汉，哦，用个原住民来压制汉人，哦，啊来族群分化，族群分化，不要那分化，就是讲，咱知影讲有一个叫做族群械斗。头一项就是闽客斗，河洛人甲客人，落去太太，互相太太是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漳泉斗，漳州人甲泉州人太，漳泉斗，漳泉斗有一个真重要，就是伫艋舺台，啊，台书的迄、那个。漳州人甲泉州人落去抬，啊！漳州人赢，泉州人输，泉州人走来大头埕这边，哦，这就是漳泉斗，哦，啊，族姓斗，姓林的甲姓王的，恁无共姓落去抬，哎，啊，那叫你抬，你就抬，哇，伊就伊做官嘛，啊，就甲你讲这个派位，讲那个派位，啊，恁就话起冤家啊嘞，吼。啊，县级斗，哦，官甲官落去抬，啊，佫一个真趣味的，叫做客客斗，客家人甲客家人买落去抬，啊，因正经买落去抬，客客斗，啊，客客斗斗耍，啊，都也佫有迄个职业团体互斗，职业团体。就是什么职业团体？有一个职业是在宜兰，孤立啦吼，搬物件，啊，甲另外一帮啊都回台，即产生族群械斗，对完全有甚物好处？诶，好处大咧！你那是族群械斗，这个不是反清，这毋是反清，好、哦、啊，
我安就较好管理。啊，我三年关两年满，我就得一点满，我就好走，再走另一死。哦，这是当时统治台湾的方法。哦，这个一个本来哦，在台南有宁朱树桂王仔哈、哦，啊，以后改做天妃宫哈、哦，大天后宫。哎，这得带人。啊，你看，这只讲呀，这只讲嘿。啊，你唔知啊？这有一定一定，这几只讲诶，这只讲诶啦，这只不会啦，因为男做女友，你徛喺庙诶这个时候，这个方向看最外口，倒手边较大，男做女友，你若去看你的结婚照片哦。那是自己翕的吼，无算数。那去予迄落职业的吼团队吼，一定吼男左女右。啊，你家己注意再看卖，看恁老爸啊、恁阿公的吼，看的相片看安怎男左女右。他都有讲改葬哦，这就是淹死毁人坟墓的恶行，毁人坟墓的这恶行哦，该美化，美化成为孝顺广为散布。所以讲，咱人的头壳哦，换话话单纯都好，人讲安尼叫做孝顺，啊，都有影，好恶的人个一大堆，哦，专哦。爱去的捡骨，吼、哦！西龙哦，惊郑氏宗族哦，潜逃海外，东山再起，哦，都去继续五年，过去继续抓了吼，啊，但是无抓到什么人了吼、哦。台湾的教育原本男多忠义，女多贞烈，伟大情操。哦，改为无讲忠甲慈的观念，唔爱讲忠甲悌。哦，消灭国家民族的思想，爱国复仇的精神。啊，甲地名更改，东宁改为台湾。本来台湾哦，在郑成功的时候哦，叫做东都，当兵的当，都市的都，啊，迄阵有一个俗语安尼讲，去归去去去，东都看来去，阮有某，唔免长山遮艰苦，哦，去归去去去，啊，来去东都，来去台湾哦，啊，来去阮有某。来去遐一定有查某，哦，唔免长山遮艰苦，啊，就是台湾哦无查某啦，啊，阮有某，但是这款的物件吼，引起了咱台湾人吼，的血统吼，第2000数年了后吼，有一个马街病院的查某医生吼，伊做。DNA 分析吼，讲咱台湾人85%是偏波族，哎，这句话你会信未？你讲啊，我都姓汉姓，我来偏波族，哎，有方法，会使跟你讲，你手的吼，那个变落去吼，然后积损吼，偏波族。
安怎变啥？有变化未？有损无？有的人的声较大声嘛？有哦，对哦，啊，变波的嘛？啊，过来，倒手加手，无管倒一手啊，两手拢有。所以，咱跟中国人有区别的。有子孙哦，有啊哦。还佫讲，咱卡尾枕头啊哦，上尾仔哦有必孙。无顺啦，都对啦。这拢是平埔族的证据之一啦。啊嘛，袂使讲绝对是啦。不过，你若有这个特征的时候，你就知讲你是台湾人，你毋是中国人，哈。所以，咱讲个护照要写写 T W 吼，免写 T W， 按手按存在一瞬，哎、欸，你是台湾人。不过听伊讲，嘛有一个讲法，这是河洛人都有一款啦。啊，河洛人伫泰俄一带也有这款的情形啦。所以咱伫台湾伫讲是讲，你安尼看，你就知讲啊，你是属台湾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就地经来甲台湾改做东宁、东宁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满洲人来甲台湾改做台湾呐、啊。这就不是他做弯啦，这弯嘛，吼、哦，弯弯翘翘嘛，哦，啊那台湾，吼、哦，那叫做台湾，哦，都、就是在台湾迄个所在哦，在台南，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湾迄个。这个Zealandia 热兰泽城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所在吼，有一个所在叫做台湾。这个台湾一起一个迄个公称处，荷兰人起一个亲啊笑，诶，一个度量衡的中心呐、啊，所有。会笑，所有的军粮拢爱经过遐出去，啊！伊用个荷兰制度来台湾，荷兰人英国十六进位，一军十六粮，啊！一军十六粮有啥物好处？一军十六粮哦，你若去菜市啊买菜哦。半斤八两，啊！伊甲你称一下，啊！甲你讲几斤几两，啊！就甲你讲偌侪钱。伊个头壳偏电脑较紧，毋是甲你好啦，无一定甲你好啦。你个你聊聊，像你计算机个算看卖，一斤十六两，好算啊好算。因为咱即马。入去电脑的时代，咱的电脑嘛是十六进位，
不是十进位，咱的色彩二五六色，两百五十六色，那都爱用两百五十六，因为一百色已经无法度通解决咱的需求。二五六，二五六是十六乘十六，十六的立方就是二五六，所以当时十六进位，这是荷兰早来进步的物件。啊，台湾人摕这个笑，摕这个钱啊，去中国在做生意。啊，中国笑无同款哦，要卖你的哦，确定。要给你买哦，那个笑较长。啊，每次性拢无同款。啊，所以哦，啊，拢用你台湾笑来做标准的、啊。所以叫做用台湾笑，所以你这挂人叫做台湾人，台湾笑嘛，吼、哦。咱的客家东西是偏中国较进步，哦。啊，东西你嘛爱知啊？荷兰人、葡萄牙人。经过1557年，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，看到台湾岛，把台湾岛叫做佛摩萨。全世界无第二个名，把台湾叫做佛摩萨，无第二个名，英语。啊，汉人哦，哇，迄多咯，拢总头甲尾哦，差不多40个名。你好一个，我好一个，好、哦，啊，好来好去，唔知啥人丢，啊，那有这款差异，原因就是，咱台湾有行世界潮流，知影咱伫东经几度，北纬几度，啊，东经北纬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所在。叫做台湾，啊，汉人唔知啊，去来个食，嗯，叫做鸡卵，去到遐叫做特产，哦，啊，过啊行去哦，一个名都一个好在，啊，都唔知讲，哎、欸，这原来是一个岛，所以咱台湾，哦，的名，这个汉字是唔对。哦，写台湾啊，承天府，每日袂使甲天接斗阵，所以改做台湾府。天庭关改做猪肉关，吼、哦，凤山关猪肉甲凤山，吼、哦，啊，猪肉尾就改啥？嘉义啊，啊，那改做嘉义，因为哦，1786年，林松文起义，林松文的兵哦，一声就把满清兵拍倒了了，就建立伊的王朝。啊！建立王朝了，满清政府无愿为中国派兵，一处派兵来台湾。林松文照常给你谈一场，二处派兵来台湾，照常给你谈一场，这厉害。第三次派兵，这回无同款啦。这回哦，有一个记录。山东3000名，山西2000名，福建几千名，其中有一个四川的迄个番仔的屯呐、啊，屯哦，屯田的屯，番屯哦，2000名。这个四川番屯哦，其实就是西藏人。
皇帝要奖赏这些四川人哦，专送伊六十只牛，六十只牛，可以哦，沿路通食，食到台湾来。伊不想食鱼啦，四川人不想食鱼。啊，来到台湾了，林爽文见书，走去山顶，南投山顶。这些人去山顶真爽快的，爬去山顶，全给林爽文抓到。哦，所以这个咱台湾林爽文去台死，完全台死。啊，乾隆皇帝讲哦，这个德罗当时的战役，伊用个分化政策，甲台湾人分化做。漳州人甲泉州人台，因为林爽文是漳州人，啊，住喺嘉义的即是泉州人，所以吼、哦，讲泉州人啊，恁爱去甲漳州人台，啊，泉州人推推，转去个台，哦，啊，即场战役耍，扛。乾隆皇帝讲，异形可嘉了。讲，甲这德罗的这个泉州人异形可嘉，所以迄个都市改名改做嘉义。这嘉义按名来安尼来，所以以后民政府执政了，这个名哦爱考虑来改一下。无啦，伊家己都不义之民啦。哦，啊，国家迄落泉州人哦，起一间移民庙，用台式诶，甲泉州人哦，迄泉州人诶移民庙，所以这嘛是不义之民啦。所以你即马赶快，咱伫即个，咱台湾人哦，死诶路边诶哦，死诶路边去台诶吼。叫做什么？叫做好兄弟，叫做好兄弟啦。咱中原普渡，就是去拜一挂好兄弟。好兄弟，就是为着咱台湾人去甲完成去烧台，啊去用台死，啊在路边死。完成政府有甲你插你无？国民党政府有甲你插无？拢无。咱台湾人都该挖一窟大窟的，该逮咯，叫做八姓爷、幽燕公、大王公，一挂都是咱的好兄弟，这就是咱的民族英雄。啊那，这个台湾人去台死就了别啊，迄挂人完全政府全该起一个庙，叫叫做移民庙。啊，这是不义之民啦！啊，你爱区别嘛？你爱怎样？那明明死人了，一个移民，一个好兄弟，吼、哦！在台湾一共发生138件。有记录可循的抗清事件，哦，138件，所以安尼吼，我今日大概讲到这，安尼做一个段落，感谢大家。请起立。起立。休困十分钟。稍等下哦，咱的迄个副主席哦，来甲咱宣布这个分组讨论哦的所在，哦啊，甲各周边啦，各位请注意哈、哦。